哎呀，我们说错了，没事，这是供养。好，我们说错了。有人不知道，这个是供养，就是给这个布子是给女仆服的，这个味道。好，我们说错了，行。
出现的话，能不能找到？对呀、啊，不是他在这里来又许个愿，这个你就觉得他这个有懒的人呐、啊，他必须哎对，你要在这里呢，一个呢我们刚开始过来呀、啊，这个生活上面都比较难为苦，明白哎对，有时候啊赶紧赡养方面，对，有时候呢生活上有一个着落，欠的是吧？俺是国家的，这就是就是说。那地方，我原来是北京啊，那个佛学院，中国佛学院，我这个我们能行什么啥都很清楚啊。还有广华。其实我跟你说呀，其实我们在这里啊，现在住的还不算太稳定。哦。哎，就是他这个山东省佛教哈，就是他不是那么太，就是那个宗教政策啊，跟我们南方啊完全就不一样。就像我们住到这里，首先我们住到这里，上这个当地这个宗教办是吧？当地宗教办和这个当地这个人大。把这个公证出去公证一下，这样就属于合法了。之后一步一步的往上报，看到这个山东省呢，好像就是最起码还从上面看一下太难看。原来是宗教局就可以了。还在宗教局吗？但我们现在住的这里，宗教局会干涉我们，就是比较困难。对啊，昨天来了宗教局嘛，宗教局一直去宗教局过来了，然后他们也带了几个公安部门也是过来了，对啊，这样好像连我们走似的。然后那个广华寺。南普陀那个他都去过，都去过啊，那特肥。南普陀我也去了吗？南普陀，你看福建、广东那边，啊、哎，我跑了一圈，海南那边我也跑了一圈。那不特肥呀？因为他那个老师是台湾的。老师台湾？你们是中国佛学？我是我在中国佛学院教过。啊，教过全面。教过全面。这样吧。后边没有了。
块一条块啊，就这意思啊，可以两块儿，大的一斤，你有很多的话，你看，我一天，锻炼锻炼一点，是吧？再这么说，刚一做刚画，你看啊，就在这儿能这么做，画，就这么做，就是有实干。昨天大龙江练那个多久远的，我这么做。这样子就很不错，这泡的是更大，别练泡的，嗯，哎，这都是这他们的哦，对，女儿这么慢的，慢的好不舒服，往里也不行的，这个转圈儿的，哎，有点不行，是，哎，你要是。挺满意的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今天在床奶吃的高高，哈哈哈哈哈哈！
给谁写的？你看看，这个给我读嘛，怎么来理解吧？你的，你写写写，给我选写一个这样。我想有三个万吧。对呀，关键问题在这个基础。最后如果写马上来啊，我稍微歪一点不了那个。嗯。对，为什么呢？但是也念得控制点儿。于内成选弟子其我而书。好，你表现得好。谢谢师傅。好好好好好。就没使水，我怕拉不开使水，拉不开我就不使水。他没惹，他没惹团了。等一下。我不就往那写，嗯，反正他画了，哪里好看看我去。这样最后胡的不写不写不弄个仙姑啥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手不能演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对。
学生要住院了。不是生了病吗？没事。他们据他们的胡说，这里出来以后都这样都不做，变成这个了。这就最好了。刚开始可以这么做点。但是啊，现在你连都憋日子了，你在里有多少日子了？这个练了有两个月吧，两个月就没练那么高，就搁这儿。哦，明白吗？就刚开始练的可以大一点。是吧？